寒风中，一身黑皮衣、皮短裤配上长马靴，站在童仲佑身旁，两人跟友人有说有笑，后来还一起上了计程车。同一个女主角一样也是短裤马靴，这回换上白色露背毛衣，打扮时髦火辣。但跟她走在一起的一样是童仲彦，周刊王直击两人前后两次一起过夜。看到邱主任不喜欢她的话，那就不是男人了。所以我要这边坦诚，我的确很欣赏她，我的确很喜欢她。出面澄清没有家暴老婆，却开口告白。童仲彦尬异的邱主任名叫邱惠美，外号冰葬公主，虽然已经41岁了，有一段婚姻，是个美魔女，经常在脸书上展现火辣身材。去年7月成了台北市议员童仲彦在新北联络处的主任。童仲彦跟太太的婚姻也亮起红灯，就算童仲彦生日当天李秀环放低姿态，愿意等老公回心转意，是只换来童仲彦脏话，只想跟他离婚。因为我老婆的多疑啊，我们会熟识，就是因为在狮子会交接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，他站在我旁边，他看邱主任很美，长得又高，我们因为这样进一步熟识，我的确很喜欢他。千错万错都是老婆的错，童仲彦推得干净，但开口闭口的邱主任交友广阔，还一度加入黄埔狮子会，却在去年底自曝四海帮帮主捧着3000万元要纳他为妾当小妻。邱惠美质疑被影片中站在他左边的黄埔狮子会干部设局。这也是我们惠美师姐她任内的社会服务。那那是他经营酒家，之前是找我现在这个会长的麻烦嘛，那我就陪他去邱惠美家嘛。那个时候刚好他们好像就为了这个事情，正在他家里面好像电话里面好像闹得有点不可开交。被爆出介入童仲彦婚姻，邱惠美关了脸书，电话也没接，暂时神隐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